欢迎收看本期赛事圈。北京时间4月11日，在今天结束的常规赛最后一日的比赛中，独行侠不敌马刺，灰熊击败勇士。这样一来，灰熊、独行侠、鹈鹕三队的战绩均为33胜49负，他们分别位于西部第12至14位，最终将会用抛硬币的方式决定他们抽签的顺位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灰熊的签位为前8保护，倘若跌出前8，这个签位将归凯尔特人所有；而独行侠的签位为前5保护，倘若跌出前5，这个签位将归老鹰所有。对此，网友纷纷调侃：上赛季灰熊为22胜60负，这个赛季多胜了10场，再将马克贾索尔交易走了，他们就已经放弃了这个赛季。可今天灰熊赢球一时爽，为什么把勇士赢了？过瘾呢？够蠢！好了，今天的赛事圈就到这里，下期节目再见。